疫情重创国际邮轮产业，停靠在基隆港的探索梦号因为香港母公司破产了，今天也正式离开台湾。探索梦号原定是14号就要驶离基隆港，但统计有14家厂商指控被欠款约817万元，双方协商3天达成协议，先还款15万元美金。航港局因此同意让探索梦号先行出港，其他债务再循法律程序求偿。